主要是当地领导太好了。鸭子啊，你这是要准备大显身手吗？好的。尽量多买一点。哇塞，我太喜欢这个大锅了，大铁锅，超快。虽然我不会做饭，但是我炖鸡和炖鸭，我总结出来两个经验，就是提前的时候，一是不要腌起来，二是不要焯水。我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昨天把肉腌了，盐要最后放。啊。不用腌。火开大点还是咋的？就这样。啊。要有一点点耐心，趁这功夫可以把碗刷了。鸭子搁里边，先炸一下。把火稍微再开大点吧。火行吗？实在是我怕土豆熟不了了，还是切小点吧，是吧？啊，我不知道这个今天这个锅是咋样的，但是我真的怕土豆熟不 了。我好久没有吃到那种沙绵绵的土豆了。这边高压锅应该是没事，切小点就行了。嗯，现在是把气儿放了它，然后把土豆搁进里边去。筷子都拿了吗？我拿我自己的筷子。啊？我就拿了一个。碗呢？我只拿一个。碗也拿一个。啊？你不都多拿了呀？我就拿这里吗？啊，在这里吧。狗子都闻到香了。这里还可以打麻将，我不会打。你们会打麻将的可以打麻将。我不会。这个桌子有点大，不行的话坐凳子。不用，这样大就大点。喝点水。挺多的。看这里，看这儿。
在外面玩是吧？嗯，我以前没做自媒体之前就喜欢出来玩，就没做自媒体，然后就一直一个人玩。因为以前是爱好，后来就是顺便做自媒体。我看你粉丝很多，我关注你了。是，还行，也不是很多，百万大咖了。我看你是以发微头条为主啊？没有，我也发视频，只是最近没发的少，因为剪视频太费时间了。对，微头条发的话比较简单。我之前其实我是发视频为主。但是出来剪视频时间费太多了，对，然后你又不是说一会儿就能剪一个，对对对，你我看你的视频还是很有质量的，所以我有空就剪一下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看起来就是不是大鹅就是鸭子，鸭子要是鹅就好了，色泽好好看。哎呀，朋友的，去叫你主人，去叫你主人上来吃饭来，去。你们好专业啊。也没有。你这是佳能啥了？MUN。你是拍手视频还是微手啊？都有。就是照片视频都有。最开始其实是图文作者，对，后面就也有转拍了视频。叫大哥大姐。来，啊，我在这儿。咱们要不就放一个桌，哎呦，开始房子，放一个桌子吧，一个桌子，我也觉得一个桌子，哎呦，够了够了，其实够了，我们来看看，量体温是吧？哎，怎么了？量体温，对，我没戴口罩上来，没事，我们都没有，因为是他吃饭了。这下面好脏啊。不要我了，没事没事，我看着好。没事，你现在。别吃红。刚才这两个大白跟我们量完体温。去这店，不是车又走了。托他们买的呀。领导买的。啊。现场。啊。这里还有鸭子。应该买鹅的，买成鸭子了。嗯、炖大鹅才好呢。他可能没有鹅，然后我们昨天说买牦牛肉，他也没有，我估计是已经没有了。这是我们。这是铁锅炖大鸭。铁锅炖大鸭。那吗？对，因为有粉丝在我下面留言的说，跟你们在一块一个木工一个老。还有人跟我说，你还说淼淼呢，是吧？在你上面留言吗？对，有人已经给我描留言了。没事，让待着吧，得看见东西了应该。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农家屋子，挺幸运。就是在那个现场做的，挺幸运。要是在，太幸运了。我们放一块。要是在外面，谁知道农华还在高速公路上控制了？对对，再来拍一张。哎，一二。哎。好，放呗。哎，好嘞。有缘。哎，主要是当地领导太好了。鸭子啊。县长亲自过来。对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吃了个现成的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真的。你的领导聚在一起也是缘。哎。也是这边游客少啊，然后游客多他肯定都管不过来，然后整个县城游客都咱们六个，正好咱们几个人还聚在这个地方了，还挺集中隔离起来。不，他说了不隔有七个，还有一个是没过来是吧？一个是在那个上面，就是那个山上都不好使，不好使了。对，那就七个。那天人打电话。那我问他，这是咋回事？那我那天早上睡起来，我腰疼，我对这个潮湿敏感的很，在那个山上，睡两个晚上，我腰疼受不了。不是不是，湿嘛，潮湿嘛，我起来我腰就僵着不能动，我就给他说，这会儿在线上打过来电话，那人家不是有人咨询嘛，他就给人家汇报了，咱汇报了三天吧，咱在上面住了。两天吧，两个晚上，两个晚上在上面住。在龙湖，我那天去了。那你们之前在哪住呀？我们在那个上面那个叫吉巴乡住了几个三个晚上吧，还有吉巴乡，我知道。实际那个就在去了大龙湖的途中，我去过。你之前去过是吧？我那天去大龙湖，在那儿去过了。对，你们俩一起是吧？他上去就看他们的房车。你们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俩那个到那个看到我吧。我看你们车，没看到你们。啊，我说我听到。我们可能是在边上捡蘑菇。哦，那可能后面那山上。我说我听到林志里有人说话的声音。但是没见到人，我听到这个下面有车，我以为来了一大帮，从我下去没了。我就放一会儿，因为公安局的人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们不能。就是九号那天吧。嗯、啊。对，因为我
我怎么的？对，你们那天从那下来就直接来这边了？就在酒店？没有，一直在酒店，昨天才来这里的。前天。前天。好，前天。之前一直是住酒店，住和对面那边。嗯，花钱住酒店啊？花钱住了。一开始是200多的，后来我们说都没疫情了，跟老板讲价就讲到160。嗯，要本来就是也没有。哦，那天我们刚来，还有几个，人家走了。走了，走了。也是在那边酒店。就是我们到了那天晚上遇到你们俩的时候。啊、嗯。人走的及时吧，不过去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。第二天哦，对。当时一开始没这么严重，我们还想出去往外走的嘛。其实现在去哪儿，在西藏哪儿都是一样的，出外面还没咱这儿吵架。Yo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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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two three， 这个 go to the party， 我想要。